肘子，西边的肘子，开机，开机。省下来吧，都省下来了。好，你看这个肉，你要说到最后的时候，它都是会卡一点的啊。你看切出来这个厚的地方呢，反正是有点厚，看是长条，但是它这个长与宽都是3×3啊，带骨头的这个。看这个切得挺漂亮。